好，最后一件事啦，嗯，我哋快少少讲埋佢就完啦。咩啊？垃圾征费系啦，垃圾征费吓，由原本星期二嗱，我因为就系我哋上个礼拜一做完节目之后吓，嗯，嗯。跟住嘅日子，你见网上嘅讨论依然系好热烈啦吓，嗯，屌声不绝啦，好难唔热烈咯，真系。甚至乎系你睇东张西望。佢哋有嗯，去街访一啲市民，直情就唔嗯，应该搞嗰啲师奶，好捻激动啊！嗰啲阿叔你如果你低质啊，低质，系啊，低质香港人啊，就系阿低质冯志香成港，口中嘅低质香港人啦。咁啊，系。好啦，结果星期二吓，李家超就话：，会持续解说嘅吓，放心咁样。跟住就去到周三啦，哇！呢一个新闻真系好捻好笑。有记者哦，问系佢：，啊，环保署助理署长，喂，嗯，地拖棍啊，点掉咧？应该系咪应该嗯，要贴张11蚊嘅标签去掉咧？嗯，其实真系好简单嘛。呢、這个地拖棍，即系嗱，唔好讲地拖棍，即系譬如嗱，我就咁样举个例，好似嗱，我呢个晾衫架，我呢个晾衫架咁，你同我讲我掉呢个晾衫架要11蚊？嗯，我呢个普查。系啦，要呢个普价要11蚊，唔系嘛？啊，会唔会有？唔系，冇办法嘅，唯一环保贵啦，嗯起码我唔同你讲咩公唔公道啦，贵嗯，啦吓。跟住呢个天才劲啊，佢以地拖棍为例，锯开两嚿放落袋咯。哇！屌你早讲啊！嗱，因为我觉得咧，佢呢啲说法咧就好正啦。嗱。譬如装修屋企有泥头，你唔可以掉垃圾袋噶嘛？系。你亦都唔能够将我当你有能本事攞垃圾袋入起佢掉垃圾袋，其实都唔得啊，一样犯法。嗯，你一定要揾嗰啲麦斗车，嗯，车佢，然后就直接送去堆填区，仲要俾钱，俾钱先有得掉。入闸费啊，嗰啲叫，系啊，入闸费吓，嗯，参考下环保署助理署长嘅说法，你将啲石仔打碎啲，将啲石仔打碎啲，又或嗯。者你，然后你每日拎开个窗口，可以近啲落去。系啦，假以时日，你就掉得晒噶啦，地拖棍，因为佢系啊，系佢启发我噶呢、这个方法。嗯。钢筋唔使啦，锯短啲，攞落街掉啦。系咪都得啊？原来系可以取巧嘅，因为原来呢一件事系嗯，一系就系连你都觉得。地拖，如果你要掉地拖棍，贴11蚊贴纸系一件唔合理嘅事啊！但咁事实真系上唔你就合系理要喎。咁做嘛，系啊，系唔合理噶。但事实上你其实佢就呢件事呢一个交代征费嘅呢件事，佢就系 suppose 你咁做嘛。好啦，去到星期四啦，嗯，嗯，俾人呢、这串个成啦，啊，我觉得呢、这个成啊，系啊，俾人串啦，环保嗯。署长嗯，话咩啊？如果你想不清楚，即呢、这个呢一、这个呢一、这个环保交征费、垃圾征费嘅呢一件事，如果成件事你系谂得唔清楚，你几时都唔清楚噶啦。意思就系咩啊？咪捻扮嘢啦，你哋问咁多问题做咩啫？系咪先？你扮嘢啫嘛，你哋喺度系嘛？诈傻扮懵，你班人喺度嗯，嗯。同我讲啊，你同我讲咩啊？点样先为之犯法啊？咪因为就系嗰样嘢啫嘛，你试下犯下咪知咯。佢言下之意就系扮咩？你系，喺度不过我觉得呢句嘢，如果你想唔清楚，几时都唔清楚，你同梁希讲啊嘛，系啊，梁希又提过好多建议啊，黐鸠线噶嘛系佢。啊，你讲得梁希掂咧，你解释得到佢明咧，我相信嗯，香港人就所有人都明噶啦。差唔多，系啊，因差为唔最多，黐线嗰个都明，我哋冇理由唔明系噶啊，嘛。系啊。系嘛？喂，我觉得屌啦妈，你环保署长，喂，咩事啊？依家
咪咯，应该咁讲，你如果你想唔，如果你系咁样觉得啊，如果你咁觉得啊，嗯，你都咪捻做啦你，系啊，咁捻难为你依家，喂，我行出嚟叫你解释少少嘢俾我听啫，你都觉得咁捻辛苦，你咪捻做啦。问你两个问题，你觉得你玩嘢啊？唔好喺度诈傻扮懵嘅问埋啲咩问题？咁点解你仲要做啫？咁捻难为你，吓、啊？系，但系跟住，正当我火滚咗一晚嘅时候，系屌你老母嘅啫，喂，拗，仆街，呢个谢展华咧，我都觉得吓，几劲喎，佢做咩都搞唔掂喎。之前验辐射又真系验唔到一个都冇辐射，一个日本海产辐射一样都冇，系。派个仲有胶。好，仲有好多海产，因为等你去验佢辐射变咗变坏咗添，啲系货啊，跟住佢谂住啊卖下胶袋啫，又搞唔掂。系，仲有话咩啊？之前话咩出，你咪真系巡视嗰啲后巷啊嘛？哦，系啊，系吓，话咩叫多垃圾嗰度多垃圾啊嘛？依个点啊？做咗啲乜嘢啊？到头来。我见一线搜查耐唔少，仲有好多单嘅，吓 咪、啊、就系咁啦。屌阿即系妈垃系，圾，即系呢条友真系吓，佢垃话圾八月一一事号无就成，押后到八月一号，就话4月1号咧，4月开始咧就都政会府搞部嘅，门政府系搞啦。先，但系我觉得好戆居嘛。政府部门搞先，佢只不过系将啲垃圾胶袋换咗啫嘛。咪系咯。政府胶袋咁嗰个胶袋系咪运输署抌印仔嗰人自己买先？系咯，唔系啊嘛，咪咯，佢只系系咪换先？咗啲胶袋啫嘛。你谂咩？咪系原本将白色嗰啲胶袋换做绿色胶袋，绿色嘅胶袋落去。一个唔觉意，一间邮局嗰啲人行过攞错咗添啊！屌你老母！以为派，以为派，系以为派，跟住拎出嚟嘅时候，咦，唔系诶用住嚟嘅，因为通常运输署同邮局都喺楼上楼下噶嘛，系系 咪？一阵间啲同事经过攞错咗，屌你老母，攞咗绿色胶袋，屌你乜？你政府先行啊？有閪用咩？而家最大主要佬嘅原啊，因唔系我哋掉唔掉落个绿色胶袋里面。系啊，其实你嘅绿色胶袋个质素系点咧，我都唔理嘅。即系咩又你见系。到有啲片又话咩摇两摇会烂啊咁样。系嗱，我都觉得啲记者好捻低质嘅，讲呢啲唔系，嘢。其实咧，你谂下，如果佢可以自行分解嘅，即系个胶袋自行分解嘅，你唔使一阵就烂晒啦个胶袋，个胶袋。系，我仲有呢一点我哋冇讲啊，因为其实都系上个礼拜新闻报道噶嘛。系啊。原来呢一个胶袋，你要分解呢个绿色胶袋要几耐啊？1000年，系咯，原来就都但同系我。用惠康胶袋系冇分别嘅，原来系喂，我觉屌得好搞笑噶，系冇分别噶。但系咧，你谂下，佢话唔会特登整特别薄嚟罚你噶嘛？你唔整特别系薄，你厚啲咪仲嘥？即系其咪实佢好两，你咯好两难噶。嗱，你整得系薄，啊你整得薄，你可以生物分解嘅，你装唔到水啦，一定系漏晒出嚟啦，系咪？但系你整得厚。好硬，好硬正即系嗰嘅，啲黑色垃圾袋咧，系啦，咁就一定系好难先分解到嘅。变相用多咗胶，根本你整个胶袋嚟就系戆居，垃圾征费有好多办法噶嘛，你系用个最简最低能嘅就方系用法，我最低能嘅方法用买个最胶低能嘅袋，方法。屌你有冇买胶袋？嗱，唔系，应该咁讲啦。你而家你就算你问你问翻佢哋呢一班天才，佢哋都系同你讲，我参考外国例子，明明都有好多地方成功噶，但我就系话俾你听，呢度系香港咯，系啊，咪好系多地啊，方成功。我睇我啲朋友讲，哎，好简单啫嘛。我喺加拿大喎，佢讲分开几个桶，跟住摆啲嘢落去，跟住咧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答佢。我嗰度得200几尺嘅啫，系啊，点同你根分本类啊？就系啊，根本就系呢啲问题，系嘛？屌你妈啊，屌个妈，佢仲要搏你喎，
主动回应系咪子弹都打唔穿啊？当然我哋讲紧一般垃圾袋啫，屌你老母，边冚家铲问嘅啊？子弹打唔打得穿啊？边冚家铲？定系又系你自己喺度发神经度乱鸠咁噏咧？自己发神经啦，因为佢自啊！己环保署嗰个实测嗰个反驳人哋嗰段片系俾人督穿咗嘛个袋，系直唔就系系呢个啦。我又觉得戆，佢系督穿咗你拍过另一条啦，又唔系 live 嘅。勿忘初心啦！屌你老母，又系呢啲啦！最紧要坚持到去，坚持你嘅梦想，屌咁终啊，有一大日会家都实现用你嘅胶袋噶啦，咁大家用你嘅胶袋啦，嘅。我我咁咪睇拍三你 D，啫。佢应该都系坚持嘅，因为佢唔系话，即系佢阿后唔系话要点样检讨个做法，佢纯粹系话啊。即系继续去解释。点样去宣传？佢话继续点样去做好啲嘅宣传，即系你听过就个做法应该就唔会点变噶啦。你咧嗱即系纯嗱，粹拖都系拖啦。我再分享多个谢展华，早几日最捻黑人，佢最捻黑人，最捻黑人憎就系呢一句，冇一个神奇魔术日子揿个掣，社会就会改变噶嘛？我屌你老母咩？唔系我知啊，我屌你老母咩？喂，我哋冇人会同你，我而家我你明明我哋就唔系同你讨论紧呢个问题啊嘛？咪喂，咯，因为唔其系实你讲到尾就系咩啊？我你哋讲到讨尾论嘅问题好实际嘅，系啊，你因为其实佢讲到尾就系咩啊？喂，佢赢，佢一定赢噶。如果呢一件事成功啊，咁啊，梗系佢威啦，系嘛？呢个立场正确。如果呢次失败就系咩啊？佢已经讲咗个理由啦，佢哋唔合作咯。系嘛？同就系同啲志市性嘅民唔讲合法作一啫。样。喂，屌你老母！你仲诶唔系？头先你啦，佢上一刻佢都仲喺度为呢条捻样喺度讲，压力之下自己都会讲唔啱听嘅嘢，系嘛？原来系咁啊！因为你知道呢啲嘢系唔啱听啊！屌你阿妈，你又讲啊！跟你住嗰佢只咪揿讲个翻掣头又先得嗰句咯，又系。咩？跟住屌我，当我屌佢嘅时候咯，唉，压力之压下，力，我仲要讲啲唔啱听嘅嘢。唔系喂，呢啲人，呢啲真系人渣嚟，我真系觉得。好嚣张，系唔好系嚣啊，张佢，啲老屎，啲冚家铲老屎忽。啱啱我哋头先讲咗嗰个舞台剧学会嗰个会长，你阿妈你学下人啦、大佬，屌阿妈，人哋老屎忽，你又老屎忽，咁捻贱嘅佢。佢讲呢说话，我真系觉得好卵嗱，贱。嗰个叫长辈。呢、这个叫老屎忽。我咧上个星期讲咧，咪讲咧话，我觉得啲胶袋唔系好贵嘅，但系咧我发现咧，我再计一计条数啦，再睇翻个 size 啦，其实贵过我而家嗰个，即系而家我用紧嘅胶袋，其实都咁几梗多，系啦，都几梗系多，所以啦。我而家叫改啊，我觉得啲胶袋贵。喂啊！我起码要用2.2嗰个，我要用15公升2.2，一日用一个，30日即系60几蚊咯，都几贵。12个月700几蚊咯，八嚿水咯。我而家嘢系用啲靓牌子啊！我而家唔系用嗰啲薄 AX 嗰啲啊！我而家用靓牌子，我一扎50个一卷咁样，50个咁仲要，其都实系你嗱，廿譬如蚊嘅。你讲紧嗱，而家你讲紧呢一个咧，你个贵系嚟自个差价啊嘛。我想话有啲屋邨管理费系包埋胶袋嘅，本来佢要佢重新本就身呕咗倒佢。垃圾就唔使钱嘅，佢揞晒啊，系呕重新晒出嚟系佢，啊。系啊，你系比开贵咗，你嗰啲叫贵咗系我呢叫贵咗。啊，系啊，佢嗰啲系明明我就系唔使钱嘅，屌你老母！Sama 咪系咯，Sama 佢本身用嗰啲胶袋啫嘛，普通。我直头我啲垃圾袋而家都唔，我应该话我都唔使点用垃圾袋，因为好多时我用啲嗰啲倒落咩，街，磨粉吹出街啦，又系。我其实好多时都系用啲用啲诶、呃、用。
即系佢唔要嗰啲包装啊，我就做垃圾，即系好似我啲猫嗰啲猫粮倒完出嚟，系咯，好大个袋嗰啲。你睇下嗱系啊。嗱，Eric 有提到啦，7月14烧晒佢，个系一个呢、这个 OK 啊，好巧呢、这个啊，但 OK 一啊，年烧一系次嘛？啫，咩可唔可以咩多一几年个烧盂一兰次节啊？我逢初一十五都烧啊，系咪啊？我逢初一十五烧啊，做咩啊？系嘛？好啦，跟住啦，Wing Ho 又就提到一样嘢啦。你话你政府先肯，屌你妈！你又冇厨余，你又冇大型家私，又冇医疗废物，又冇尿片，私乜嘢啫？佢哋系嘛？人哋冇个谂字系我家嘅，系嘅。我知佢想讲，一定我屈鸠佢嘅呢个系咁样啊。仲未计劏房条件，系啦，佢哋有提到啦，劏房条件咧，屌你妈！你边有咁多地方喺度同你分类啊？仲？你冇我屋企都算唔系细嗰啲，你我都揾唔到个位摆咁多个垃圾桶帮佢分，大佬。系，仲有环保署，佢应该系咪讲嗰条片啊？用十五公升胶袋，净系装8.5公升就封袋，屌啊！系即系图片呢一张即系啦，头先嗰个咯，啊，屌啦，乜明显就唔满噶啦，学似你咁样倒垃圾，即系多多胶袋唔够死啦，黐你觉得佢线有冇倒啦，过垃圾啊？屌你老你觉得佢有冇攞过垃圾啊？靓 仔嗰阵时点都要。唔系，屌啦妈！佢呢啲系嗰啲咩啊？咩万年公务员嚟噶嘛？啊，以前梗有负责 做呢倒啲垃圾嘢嘅时嘅，候嘅，咪倒落街咯，又系可能。咁啊，拭目以待啦！啊，嗱，我啊准备好全面配合噶啦，我都系啊，我谂住26号就去买胶袋噶啦。仲好嚟紧8月先推行系嘛？我啊有时间啦，我谂住屋企换家私，我话俾你听，屌你老母，哇，换咗先啦。系换咗先喂，啦，大佬但系其咪实嚟咧，紧你但系其实逐咧，件同你收钱啊，得点啊？我喺度谂紧咧，其实将来咧，我哋去买大件嘢嘅时候咧，都唔会咁疏爽，因为你话掉1件11蚊，你系贵贵或者贵又唔系好贵，平又唔系好平啦，呢啲价钱，但系麻烦啊嘛。我即系我掉件嘢，我要特登去买咗个贴纸先。定系我屋企储住一堆贴嗱，我纸话俾你先？听啦，到我时心谂咧，都要谂喂，嗱，你听我讲，到时咧会有自然会有一个方法噶啦，就系乜嘢咧？你譬如你去买 sofa，咁你抌旧嗰张噶嘛，个 sales 一定会问你噶，咁你旧嗰张使唔使抌啊？加100蚊，即师傅会系帮你抌埋。而家都系，但系有系时咯，你就系买咗哦，即系好似我咁样，我买咗个铺架，即系买咗呢啲铺架，烂烂地哦，想换，但系我买咗翻嚟，我要处置呢嚿嘢，你而家就咁落去掉啫，系咪？嗱，其实我有方法嘅，我有方法嘅，系，咩？系啊，不过我要咪后讲。嗱，咁系啦，或者系咩啊？又系你抄睇翻佢个后方法咯，抄翻佢嚟，个方法咪得咯。几开系佢，啊，炒开佢咯，都唔系啊，即系都唔好我开首啊，先系买佢先，啊，同埋我甚至乎系咩啊？甚至乎系咩啊？你储埋你要掉嘅铁，焊死佢变做一嚿。嗱，因为你倒翻转嚟谂啫嘛，地拖棍你可以锯开两截啫，铁你好难锯啊，焊起佢，点啊？即系将我屋企又全要屋锯嘅铁，啦，因为5金铺嚟噶，又要攞，系啊。唔系咁样自己咁唔系攞住咁个你嘢咁话噶样，嘛？嗱，少数怕长计，少数怕长计，系嘛？嚟紧你仲有几廿年，你仲有几廿年人做，系嘛？你年终你要掉几多个铺架咧？我问你啦。唔 系，即系我即系咁样讲啫，即系我话，即系你第时可能你就嚟过年啦，你买包桃花都要谂啊。你唔系谂点样系搬啦，翻屋企啊？你谂点掉啊？系掉棵桃花又要11蚊可能。11蚊嗱，Wing Ho 佢有提到啦，佢话咩？叫我揾卷胶纸扎住所有家私，就贴11蚊搞掂。嗱，因为就系呢个问题啦。你见我后边有一个咁卵大嘅书架系咪？咁大嘅书架系咪？其实佢呢度系三件嘅，点掉好咧？真系系啦，要唔系，喂，真系，我真系拆开佢。佢大件咧嘅意思系，我掉个普价11蚊，我掉呢一个嘢又系11蚊，系啊，咁点样为之大啊？
唔系，咁你带极有限嘅，你唔会掉架车噶嘛？唔系，咪咁入你个柜有，你入唔到唔到垃个，圾袋，入唔到垃入圾唔到袋垃咪圾袋就大噶。应该系咁理解啦。你唔好问啦，又闹你啦佢，对唔住，对系唔咪住，先？系喂，我咩妈。叫大人家私？你咁大个仔，你唔识分嘅咩？我唔识喎，真系而家。系啊，其实我本因为我本来我我本知来嘅，我识嘅，而家真系唔但识。系经过佢咁讲，啊，原来地系拖棍都唔得嘅时候，我就唔明啦。我本来知嘅，但我而家就唔知啦。喂，嗱，仲有一个，我有嗰个例子，锯你得咪噶系好嘛？应该，如果我锯开佢，应该都可以当垃圾袋掉啦，系嘛？喂，如果你所有嘢都锯得咁，一边又有铁啊！屌你妈，点算嘅？唔系你所有嘢都锯得，你冇大型卡司噶咯，争在你做唔做咁解啫。唔系，问题你入到袋啊嘛？诶，嗱，唔系就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咯，系嘛？你喂，你装修倒石屎，你都唔捻使俾嗰个咩填海嗰个咩入闸费啊？你剁碎啲咪得咯，当厨余啫嘛？将所有嘢磨成粉得噶啦，系啊。系嗱，环保署助理署长胡敬恩教嘅，劲啊！佢真系，劲佢真系胡劲敬啊，恩真系劲敬啊！恩啊真系劲，啊，佢唔系，唔好话佢教，佢启发我嘅。啊，原来可以咁嘅噃，系吓，可以装锯修开废佢。料系啊，吓，你掉个马桶一样啫嘛，坑碎啲咯。因为咁我唔使咩嗰啲两电一路嗰啲啦，系嘛？诶，啱啊，拆拆鬼开螺晒丝咯。佢，系拆咯，开螺丝啊，系啊，咩电脑啊，框嚟嘅啫嘛，呢个系咩电脑？呢个叫 mon 咁啊，呢个叫框，唔呢系个叫叫模，即系好框，似掉 iMac 咁样部 iMac，你咪拆咗个 mon 落嚟，呢个系一个系框，呢个框。想架嚟啊，屌你老，拆咗个 mon 落嚟，咁咪变成想架嚟啫嘛黐线嘅佢，啊，真系，屌你。拭目以待。唉，系啊，你谂下，唔系啊，我唔系，我计几次都唔清楚，我真系唔明啊，对唔住啊，徐生，我真系唔明啊，屌你，我唔系特登，我真系唔系特登挑战你，但我真系唔明啊嘛，你个界定系咩啊？我嗱唔系应该咁讲，我系好想用逻辑去处理呢个问题嘅。净系嗰个咩管理处系咪要包唔包底？可唔可以用个大垃圾胶袋，吓，即系大嘅指定垃圾胶袋掉垃圾？你都讲唔清啦。阿 wing 哥话你分解唔到电脑版啲金属，锯细佢咪得咯？你锯到咁大忽咁样，你当饼干，你屌你妈，你掉垃圾桶咪，你照样塞入袋咪得咯？唔即系系以你只前你嘅，你咪理鬼佢啊？咩话啊锯得噶 wing 哥？嘛？唔系 wing 哥，系啊，佢冇话分解喎。佢冇系啊，叫你冇话分分解解，佢地锯拖啊，开佢啫嘛，系咯，佢冇叫有你，几难分啫？解个地拖啊，咪咯。系嘛？你要我锯开块底板就 OK 嘅，只要我锯的话，你净有人系问话，环保处处长啊，环保处处长话呢件事啊，点样环保法，佢都答你唔到啦，真系答你唔到啊，啊，系咁你啊，而家咩？但系因为我想讲咧，我就系如果用我嘅逻辑话俾我听就点样环保法先系最重要啊嘛？哦，系啊，我突然间冇啊，班官睇到你。系睇我哋开 系啊，1500呢话，中午呢话，如果班官睇到你哋嘅 live，大家话大件11XL 50XL 100，系 啊，阿谢子文话系，live，系你三原个讲来得真系啱啊，系系 同庄啊，文强同庄啊，文强一样。系，你讲得你成三个个嘢讲真得系真系好有啱。道理真系好有道理，咁得啦，大型家私、超大型家私同你分啦，屌你啊！巨人嚟噶，超大型家先，大大型型家家先，私咧就双人床，唔连床头板，连埋连床床头头板就系板超大就型超大型啦，系啦。
心嘅咪顶点，屌你老母，特点，特点系啊，点心字，屌你老心知喺度听下厨报咁啊，系黐线啫，唉，我都唔知点啊，到时先再算啦。喂，咁我讲埋啦，嗱，咁我又觉得咁嘅，譬如阿谢展华，你可以考虑下过年有优惠。啊！大扫除啊！系啊，系啊，过年啊，国庆啊，回归纪念啊，嗱、有优惠啦啊，咁啊，嗱，系嘛，你做啲特价俾翻我哋都好啊，大佬，系嘛，都贵啊，即系譬如系嘛，即系譬如有啲特诶啊下午茶都有特价点心啊，屌、其实咧，我觉得好昂贵嘅，即系咧，你呢啲胶袋咧，你净系想要人。多啲回收嘛，少啲垃圾嘛。其实你回收嘅时候，你可能回收到一个数额，咁你咪送几个胶袋咪得咯。有个阿 Mammy 呢个新听众嚟，可能系地拖戒到变象棋，咁大粒。唔系，咁啲。跟住环保处长就赞你，诶、嗱，识得废物利用，好嘢咁样，唔使啊，傻猪，佢一半啊嘛，佢话一，佢话两嚿就得啦，系啊，最嗰粒象棋咁样，系啦，嗱，如果你碌地拖棍，据香两嚿都伸唔到入袋嘅，我就建议你哋就寄俾佢。啊！寄俾阿寄啊，唔系、啊、，sorry， 我唔记得开，系啊，我就叫你寄俾佢。阿胡静欣系啦，吓搵顺丰速递俾佢。嗯，十五日，俾个十一蚊，系啊，系啊，唔系咁你冇你起码唔会犯法先啊嘛，系咪啊？咁啊系，坐六个月喎、啊，犯法。系啊，你都掉个垃圾坐六个月都几样衰啊，真系。咁、啊、如果想跌掉一件人形废物？要几多张？咪锯开佢咯，都系锯开佢咯，都系锯开佢咯，咁点啊？因为你唔系，如果你想掉个人形废物，你又你冇乜所谓嘅，咪粘个十一蚊喺佢额头度。系啊，粘十一蚊咯，啊！如果唔系，你就锯开佢啦。系啦，吓，再埋你富脑啲嘅，粘够两张，啊，系嘛？唔系你唔系你，唔系我又突然间，我又因为我又突然间就想起好多好多争拗啊，又系。即系你掉得嘅家私，即系可能都会有机会系烂咗啦，嗯，啊，分解咗啦，烂咗啦，咁样咁样，两件，即系啊，我攞落去嗰阵时一件咁样，你话两件咁啊，你喺啊喺度流流爆爆咁样嘅时候，一阵间楼下倒垃圾嗰个又同你个管理员又同你嘈啦，两件嚟噶嘛，先生呢、這个明明，先生，你块玻璃烂晒喎，先生，一件啊，你嗰个甩咗出嚟嘛，呢个咪两件咯。系啊嘛，譬如你甩咗道门咁，点搞咧？两件啊咪，唉，唔系，我明白，又系嗰句啦，逻辑话俾我听，咁呢件事啊，梗系无稽啦。咁但系真系要拗起上嚟就好捻烦啊嘛。系啊，系，系嘛？咁可能你要你咁可能呢个时候啊，李家超又话中意同你讲，屌你低能嘅咩？咁你嗰个衣柜嗰个门啊，同款噶嘛应该？你有所不知啊，李家超，我呢个衣柜用咗十九几廿年，换我都换过三次噶啦。唔系，我知道，我知个，即系你我跌咗道门出嚟，咁梗系当一件啦。收垃圾嗰个唔系咁谂噶嘛。系嗱，唔系，因为嗱，我想讲咧，嗱，我后边呢、這个呢个书柜咧，系嘅，系逐件买嘅、啊、但系我想讲嘅有啲情况，譬如而家家私咧，譬如我屋企嘅电视柜咧，系而家家私啊。嗯，其实我系一件买嘅，嗯，但系佢分开买噶，但系佢系分开几件砌出嚟啊嘛，即系其实如果当我拆咗落嚟嘅时候，嗰度系四件嘢嚟噶。嗱，我个电视柜同隔篱嗰个书架咧，我喺无印良品买嘅，但系佢系逐件逐件买落去嘅。系啊，咁我系逐件逐件掉，定系一件掉？所以。呢啲咁嘅情况，阿 Remy 嗰、那个唔系 Remy 啊，诶头先个阿边个阿 Vanny 咯就系，我中啲啊，佢呢个方法就系最好啦，系睇啲 size， 系你大啊收越贵，即系好似飞机档，称啦、或者欧洲称都称都公道啊，我觉得即系好似寄嘢咁咯，系啊，大型垃圾称嗰时。清啊！
邮局系搞埋喎，咯，系攞邮局，攞邮局掉咯，邮局搞埋系咯。嗱，系啊，咁多有个部绑有门，绑噶啦，佢嗱，哋咁多个系有部门得验绑车同埋邮局有绑啫嘛。啊，验车系喎，或者街市啊，街市都有绑，街市咯，街市都有钱绑，咯，个街市唔系政府机构嚟啊嘛。真系，你冇理由邮唉，局啊，唔系冇理由去税局啊，系咪啊？攞住机构垃圾。有个当垃圾啊！系。啊！仲有，其實我係發現到我屋企係有好多好尷尬嘅家具，你係真係唔知點掉好啊！我啊，劝你就而家掉啦，啊，系费事啊，烦。系我啊，劝你而家掉，第时啊，买就买一个。我恐防喺8月之前个唔系，因为其实真系嘅，我见楼下掉垃圾个地方咧，最近系真系多捻咗，好捻多，好捻黐线多垃多到圾，爆啊，系啊。多到爆啊，系啊，最近真系多掉咗真好系捻掉。多，唉，大捻镬咁样啊！佢有第三个方案系计重量啊？系咩？哦，佢真系有第三个方案系计重量咁计重量好过计咁一件啦，系啊？嘛？系啊，系咪？唔系，戆因为你居嘅计件，咩？你就多多少少就有啲想善鸠我嘅味道啊嘛，系。其实计重量就应我觉得可能会好捻贵噶啦，咁就喂你等我估喂，试咁你都下，冇计噶。但你系下下冇几下磅，出几嚿水啊？系啊，咁你你但为咗系环保咁，唔系点啊？但系唔系相对于。一件件连个贴纸嚟讲，你计磅嗰个成本，要用即系用磅去计嗰个成本系高好多啊嘛。对于政府，点解要有个人喺度先啦、呢个唔系我啊？你要搞，唔应该系我考虑嘅事情。唔系你要啱嘅，搞得，你就要即环系保就系咁噶啦。系啊。你环环保，保你完，又要环保，又要我哋合作，你就系要咁，应该系话系啦。冇办法啦。啊，唔通真系做得区唔开好又始话走我咩？唔系，如果做得唔好，屌佢又闹啦，系惊 风火轮咪咯，系啊，以后有啲，以后逢亲有真啲咩问题，有啲咩屌啦，我就系攞佢呢一句出嚟噶啦，问翻佢噶啦，屌。嚟紧喺香港生活，难免系要咁噶啦，嗯。系嘛？唔系我唔问清楚，屌你妈，真系犯法点算呢？系咪先？咪咯，为个垃啲圾无坐谓，半年监真系唔系抵啊！啊，啊！你话之前嗰啲咩唔好乱过马路啊，唔好乱抛垃圾落地下，嗱呢啲就真系好易理解嘅，吓、啊，只要你唔好计较我啲头皮就得噶啦，吓、啊。咁但系咪咁呢啲嘢真系好容易误堕法网啊嘛？你掉垃圾，你绑嗰个链咧唔啱佢心水都会赖系噶喎。啊，绑个链唔啱又唔得，你松一松，你就走去坐监坐半年几戇鸠啊！入去系俾啊，啲个监，袋穿咗，枕住大家轮流入去坐，监等，俾囚友笑系，啊！喂，喂，我惊好多下个礼拜约 Sam 埋饮茶啦，佢坐紧监啊！哎，我帮你做试下节衰目，非礼啊！屌你唔肯系啊，咁垃圾佢袋，打揭哦，打你错俾垃咗，圾袋穿捻咗啊！跟住轮流坐。哎，今日得两个人做节目啊？啊，咦系啊，，Sam 咧？会再加咁个人，啊，咁啊，唔紧要啦，咪等佢出嚟约下个礼拜啦，唔系下个礼拜到我上庭啦，屌！真系屌你老味，大卵婆啊！一冷个清阿爽，兵都话啱啊，其实系啊，你咁样搞咧，呢度就变咗一个守唔到法嘅城市啊！好难守啊，好难系守，缺乏啊，态度啊，因为越嚟越高啊，好，系系啊，啊。唔系，即系你由一个你唔，因为明明呢个应该系一个系冇人犯法嘅城市，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我守唔到法嘅城市啊！太容易堕法网啦，因为系啊，系啊，好点唔堕法网咧？你教我啦！如果我真系要由童军嗰啲结开始打起啊！我哋嘅生活压力都好大啊，系嘛？学下谢展华，你都识讲啊，系嘛？啊，生活压力大，你讲，压力大可以讲错嘢，系嘛？讲啲嗯。嘢唔啱听，我压力大都可以掉错垃圾嘅啫，啱得唔啱噶，啊？啱啊，不过坐监咯，系啊，但我要坐监坐监咯，咯，但系要坐监。啊，你继续出粮咯，几廿万个月，屌你咩？你班人真系。好，拭目以待啊！
我讲定先，我觉得佢哋会缩嘅，系缩到咩地步嘅啫？我觉得系缩到咩地步嘅？我觉得一个最理想嘅方法咧就系减价。我谂佢哋唯一谂到嘅办法就系咁啦。系第一步，做咗减价先，起码一半啊。仲有其实都有好大问题，即系你而家见到啲商场啊、地铁站咧冇咗垃圾桶啊嗰啲咧，跟住都系一个麻烦啊。唔系啊，我谂直情系咩啊？你唔好分咁捻多款胶袋先，我觉得，尤其是咧，你唔需要分到太细住嘅，你等佢哋试下先啊嘛。你应该就系卖啲平啲嘅，相对中挺啲嘅 size 啊，因为你香港大部分屌啦嘛，你而家你400万买嘅楼都系得300尺啫嘛，系咪先？系嘛？你依家你应该就揾翻啲中型胶袋平啲，又或者系你或者你鼓励下啲区议员派啦，等大家试下用先，习惯下，慢慢系先加翻梁希话唔价。得啊！屌你叫佢扑街死你！屌啦妈你叫邓炳强拉捻咗佢啦！屌你咪黐线嘅呢条友。净系识得倒米，我依家帮紧你，我依家帮紧政府谂啊，Hello 有位黄生话可能政府财赤，好明显系财赤啊！你黐线系可咩能嘅？都唔系可能啦，系吧？咪咯不过财赤咧，呢啲都系得不偿失嘅，即系都系同啊，烟仔税一样啫嘛。系佢谂住啊，收多啲，点不知到头来系私烟多咗。系。咁样好，咁啊，今日到呢度啦，食埋糕瞓下觉星期见啦。咯，瞓觉啦，好唔好哇，啊？佢好精神啊，而瞓觉家啦，好精神，好眼瞓好精啊，神啊，佢哋。我突眼然间瞓啊，而一家。冚埋部电脑，即刻屌你咩？冚张被又即刻瞓噶，我而家喺张床度已经。咁好啦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电影啊，我哋讲下。即系乜都好啦，我哋讲娱乐，下个礼拜点点？自己我哋今日 Sam 冇讲，Sam 冇讲去悼念得仔老豆，自己。系啊，我啱啱琴日睇咗呢系啦，下个个礼拜先讲啦，下周个礼年拜一次过讲啦。你头先讲波讲咗成50分钟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对唔住咯，系点啫？啊，我我坑住你哋，我好想揾位停你哋啊！你讲咁多，讲咁最后长。都系中国队，系喎，系喎，系喎，临尾到最后中国队都系输1-0嘅，而呢个塔吉克反胜呢个黎巴嫩，哎哎呀，呀，好可惜啊！咁即系换言之，下届再努力啦，我哋中国队啊，已经踢得好好噶啦，已经踢得好好噶啦，3场都入唔到波。阿冧福话发明无人垃圾收集机，相机啊，我觉得，屌你妈，创新科技就系搞呢啲啦，好。下个礼拜再好，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错唔错？几有中南海嘅味道啊！先炒炒先。喂，你炒咩啊？老实啦吓，千万不能装偷听器。哎，争咁啲嘢。炒咩啊？谭冠，记低佢。系，我即刻就去买。你就为咗申请居英权入政治部系嘛？使惊嘅，我香港迎接97啦。只要冇讲过一啲啊对党同埋国家不利嘅说话，冇谂过一啲危害党同埋国家嘅嘢，冇做过一啲与党为敌嘅事情，或者冇睇过一啲啊丑化党同埋国家嘅电影，冇参加过皇后大道东示威游行嘅人呢？大把前途嘅，但若然你有做过而有悔意嘅咧，都可以申请公屋嘅。但你做咗冇悔意、坚持嘅咧，咁啊难搞啦。咁我哋先至会啊，唔俾饭佢食，同埋剥夺佢人权嘅啫。到啦，嘛。